色地瓜炸起来好好看哦。嗯，芋头比较硬，所以油温要把它控好。然后刚成哥那个会变，整个会变，颜色很深，是他拿了一个漏勺又把它压着。哦，没有给他空间吗？没有给他空间，我没有给他空间，没有给他空间。嗯，你给他压力太大，压力太大。所以他有压力太大，就生气，然后泛黑。压力使人成长。不要那么求好心切，你也是为了他好，没事，成哥。我没有给他空间，我要怀疑。为什么我没有给？应该可以了。还有问题吗？你有问题吗？哦，有。班主任好，请问拔丝地瓜用的地瓜有说哪种最合适吗？台湾目前品种那么多，红黄白紫肉都有。还那么多号，到底要怎么选？好的地瓜又怎么挑呢？我刚刚就问了，刚刚好像他说都可以。嗯，地瓜每种品种其实都可以的，那只是说它的口感会不同。譬如像我们今天用红色的这个，那红的部分它水分比较软，还有甜度也不同吧？甜度也不同，红的比较颜色啦，然后那个吃起来口感。依你看，这还要大概还要多久啊？哎，你帮我捞出来，谢谢。可以捞了，可以可捞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请问班主任，拔丝除了芋头跟地瓜，还能拔什么 ？All you can 拔，你要拔我会叫你。拔，我认真问。我们那天出外景有吃到一个很厉害的啊，有没有那个猪血糕？拔猪血糕。血糕啊，我们好意外，好好吃哦。对啊。拔薯条好像马铃薯，对，拔薯条都可以啦。拔猪血糕很特别。很好吃啊。拔猪血糕可以咸甜的。对。它吃起来会脆口。哎，那可以拔，拔，拔，你要拔什么？不能拔宝贝哦。可以拔那个拔牙圆吗？可以啊，当然，当然。哦，感觉好像不错。对啊，对。哦，新产品出来，这是 OU 可以拔哎。真的，我在那个构思创新拔。哦，有可以。哦，师傅，你现在用什么？其实起锅前可以把这个丢进去煮一煮，再上来。哦，啊，那我进上来，我就弄一点油，把这个稍微煸一下，再放上去。嗯。你要再抢酥吗？够香了。这颜色应该蛮不错。它熟不熟，你就拿这个筷子把它穿过去。啊。对，容易穿过去就行了。容易穿过去就行了。哦，刚才所以我们会再下去一次。我们刚刚是不是因为这个皮太硬，所以我插不进去？这个颜色地瓜炸起来好好看哦。嗯。芋头比较硬，所以油温要把它控好。然后刚成哥那个会变，整个会变，颜色很深，是他拿了一个漏勺又把它压着。哦，没有给他空间吗？没有给他空间，我没有给他空间，没有给他空间。嗯，你给他压力太大，压力太大。所以他有压力太大，就生气，然后泛黑。压力使人成长，不要那么求好心切。你也是为了他好，没事，成哥。我没有给他空间，我要怀疑。为什么我没有给他？你看这个都整个扣了。哦，那这个扣就差不多了。穿了吗？穿了吗？穿了，穿了，穿了。天哪，好想吃。那就还要再炒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就关火了，不用了，油锅退了。拔丝的这个糖的比例，这超重要。